陈东俊，你来阮家创啥？因为我是公司新就任的副总，是江总裁邀请我来的。这位一定是乌鸡集团的胡副总对吧？欢迎，我是江超越啊，江总裁是我阿伯。你好，来你请。江副总，请。无需要菜，无你先换鞋啊，来你请。好。阿伯，我来替衬托。多谢。看起来伊虽然是一个副总，啊，不过应该不是受欢迎的人。嗯，请。老吴林，啊，这位是我的弟弟啊，伊叫蝴蝶。哦，这个人哦，讲话哦，较直达，唔知有冒犯到你无？哎呦，不会啦，讲话直哦，就是代表讲伊的个性哦，真开朗啦。那这款冒犯哦，我是多多益善。胡副总，你好，啊，我是老胡林的客嫂囝，叫做彭彩霞啦。今麦咧环宇集团内底做副总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彭副总，唔通讲指教啊，我阁有足侪所在要甲恁学的。诶，歹势啊，各位啊，拄则我嘛是为着要找车位哦，去耽误着时间。应该无大家等太久了吼，啊，无人来等你啊。哎，我只是惊我会失礼数啦，啊，毕竟我的收我高，我嘛不是挑工的啊。胡副总啊，啊，既然你知影代志发生的经过，你唔着替我讲几句话，替我澄清一下。啊，若无让人误会哦，我感觉就不够的。哦，是啊。拄只哦，我甲陈副总做伙伫找停车位啊，啊，伊是好心甲停车位让予我，嗯，你唔通因为伊个只是好心就误会，伊是一个无准时的啦。啊，胡副总啊，多谢你哦，一直特别讲啊，我是因为好心的，你有影是哦，人水心嘛水啊。好心嘛，卖伫遐家己补卡袂臭臊啦。你的心哦，早就搞无去啊，还是倒位来的好心呐、啊？麦伫啊哦，过鬼过怪啊啦！啊，胡弟哦，你到底是有来啊无来？对阮来讲并无重要啊。彭彩霞，以后大家拢是同事啊啦，你讲话哦嘛留一寡余地啦。虽然讲我的出现啊，对你来讲哦，毋是足重要的，啊，不过算是表示江总裁对我的重视哦。因为今仔日啊，都是江总裁主动邀请我来，唔是我家己厚面皮硬要来的呢。这点啊，你都要摸清楚。免伫遐无摸过哦，过迄大过啊啦。阮阿兄哦，是看在超强的面子上哦，才咧公司要安排一个职位予你啦。啊，不过你免想，想要来阮公司哦，很准的。我若是无摸过啊，你就是碰风菇啦。我安怎讲啊？我嘛是环宇集团未来的继承人啊，江超强的亲阿伯。讲起来，我甲环宇集团啊，嘛是有亲戚的关系啦。你对我有偏见啦，无甲我藏在眼内，无要紧啦。也毋过，白白拢是副总，以后踮伫公司啊，咱是超白端的。你到时候甲我批评甲无一块好。哎呀！陈东俊这个人心思不正呢，啊，你真正回台公司有这么高的职务哦，跟我超白端，安尼我心内感觉真不平。我会安尼做，我也用你啊，免甲你解释一下，你莫怀疑我的决定。阿兄，好啊啦，阿霞，今麦是甚么时阵？你当然去讲事实，敢袂歹势？还阁有人去挃的呢。杨总、刘博士，还阁胡副总，啊，以后吼，陈东俊、陈副总就是甲你联络的人，恁等下吼，会当好好介绍一下。杨总诶，刘博士、胡副总，以后就请恁多多指教甲看相啊。
看，你第一台酒，明仔哦，我着烧开会议，启动计划，来。好，预祝咱合作成功啊！等签约签好势哦，我来请客，大家好好饮一下，吼，庆祝一下，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。是啊是啊，咱双方面的合作绝对会顺顺利利哈。啊，红林姐，你莫误会我对雅姐无礼貌，其实阮两个已经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已经正式告诉你，信泰就是我男朋友。男朋友？我相信你应该也希望雅姐找到一个能保护她、照顾她的人。但不过，因为以前我发生这么多事情，反正你可能会怀疑，参像我这种人，是怎样让雅姐幸福。要唔过你放心，我会当甲你保证，我对雅姐是真心的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伊，照顾伊一世人。哎，因那就遐尼紧张啦，我也无讲反对啊。难道我真赞成恁两人做伙？因为因拢是有受过伤害的人。更加了解，免啊珍惜对方。若是当互相照顾，安尼我较放心啦。所以你真正无反对我甲雅姐交往？你是大人啊，你要甲啥人交往，敢需要我同意？其实对一个做爸爸人来讲，有一个当照顾、保护伊的查某囝的人，我真满足。俊仔，雅姐交给你哦，千万唔通回口，知无？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全力，让伊未来每一工拢充满笑容，永远袂阁悲伤啊！嗯，我相信你。我去休困啦。我当咧烦恼工中人，若甲我避免，我会有危险。即马拄好会当靠势雅姐，我着顾家性命，甲工中人对抗。到时伊就无我的法啦。董总，这无极生技甲未来城的合作案有淡薄变化，恐惊合作计划要小可调整一下。确实啦，我听你一讲，我感觉淡薄仔遗憾啦。啊，不过想想诶，这是不能勉强诶。毕竟要合作，都要大家欢喜甘愿，计划才会当实落去。若无讲合作吼，会拢失去意义啊。愈大案件哦，执行起来就愈复杂。投资者多，啊人多，话就多嘛。点过还未到绝望地步啦。还阁有残存的空间。前前黄金想要爬乌啊头壳顶，阁会暗中偷偷来。即马煞光明正大，甲当作细汉的，真正是食无三杯印菜，阁想要飞上天。黄队长啊，待有无一边哦，有一个会议，要到新加坡联线，麻烦你哦，阁处理一下。唔免。那只是一个部门小的合作案，啊，五级集团合作的重要性袂当比啦。我会当甲环宇集团哦做个遮尔大行为哦，我对每一个小细节哦拢真认真啦。我看一般无人重视小可合作案哦，我嘛真重视啦。魔鬼藏在细节里，若无说一道高级，那损失也是真大。恁二弟强，他去过掉，我会较安心啦。
那呢，我就辛苦死啊！永总，是袂？哎，洪队长啊，等下你顺便交代一下秘书哦。你就讲我甲永总有真重要代志要讲，任何人拢不准来搅扰。江中人超过伫江总的面头前，我都决定立强。其实，就是咧封闭我，无想要让我参与集团重要的决策。多谢，多谢。多谢江总提到王队长，会讲起吴奇生气，还佮魏海成的合作的变数。我嘛感觉真有无奈啦，啊！不过老实讲啦，这个代志要解决咯，嘛不是真困难。江总裁，你的意思是？其实这个问题讲到底，就是出在陈忠信这个人，只要给他处理掉，其他的人就好对付啊。歹势啦，可能是我甲韩万，请江总裁讲较清楚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就是陈忠信甲大笔资金哦，投入去阿波罗医疗制造商这个公司啦。咱只要对这间公司下手，甲伊收购、包括等，那咧这个合作案就会当继续进行啦。江总裁，你是在滚生钱？我知影讲恁刚刚个谈价，未来要结作亲家，你遐一讲，我若认真起来，真正出手，未来恁两家又还是亲家，啊我咧，煞变作罪人啊！这你放心啦，我对付陈忠信哦，甲将来要小听文瑶迄两回事，总共一句啦。陈忠信这个人是一定要甲处理掉了。啊，你看起来，你甲陈忠信真正是冤仇结作重的吼。哎，坦白讲啊，陈忠信甲家己厝内的变故，怪在阮幼辈身上啊，搁连带哦牵拖为阮江家己。伊搁假使讲哦。我用道术来对付伊，我是有嘴讲甲无烂，嘛无较抓啦。伊这个人一旦认定了，就无法度改变，包括即届合作案。确实是啊，坦白讲啦，之前我拢调查过啊，毕竟两个大集团要合作，先要做互相的了解。就是因为安尼啊。我才会破皮跟你讲，我是跟你强调啦，我根本就不要读书啦。厉害的人是阮永伯，啊，不过因过身真久啦。那陈忠信哦，一直针对我总无因坐咧等死啊。话讲倒转来啦，在商言商，哎，了解生意是无人做的啦，咱是不是应该跟利益？坑地道尽，是啊，江总裁讲的是真实的。毕竟吼，咱这么大的企业，外找员工啊，靠咱吃穿，当然是钱赚愈多愈好。那咱就合作愉快啦！江中林这只老狐狸，一直强调家己不要风水道术，根本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好，我就陪你算，看到骨卡当时说出来。